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肖博士。我现在在哪里呢？我在成都。我在成都的哪里呢？大家从画面上看到就会知道。我为什么跑来成都？当然是因为赵雷。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总会忘，我从未忘记你。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也不停留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条路的全景，你也会看到也有其他的粉丝跑到小酒馆这个地方来。这条街道还蛮特别的，就是大家可以在那个树荫下呢，有摆座位可以消费，可以干嘛这样。那边有一个火锅，人非常多。来，我们再看一眼小酒馆，算是对赵雷致敬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也不停留。OK，